开了吗？嗯，可是聊天是读不出来，最近退学好烂。对，我也这样。三步是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唉，愤。哎呦，干你老师耶！不是，我是连我把他弹出的那个聊天室都读不出来，完全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。看我，我已经玩了21个小时哎，26了，好花时间呐、啊。这游戏就是我以前一直不太跑，就是这样啊，太浪费时间，太久了。哇！一进来就在太阳钟楼，而且是不能传回去啊！难道要打架了吗？可以啊，疯狂打架。走打完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直接把戒指拔掉就好了吧？嗯，戒指拔掉也不用啊。这边应该还好。我一拔，哎、欸。还是出不出去，怎么回事？太诡异了！哎呀，干死人了，死人了！死掉了！要玩什么？我的太阳钟楼被那个死矮人砍死了。聊天室，太阳钟楼，太阳钟楼真他妈爽！我在那边杀上瘾，真的。对，妈的，只有舒坦而已啊！可是我死了，干，超爽的。哎，今天不能一直砍人，要过一点进度啊！森林那里没去，还好啊，现在就是到森林而已啊。哦，读出来啦。嗨，人是读出来了。明天不用上班吗？要啊。可是已经你要打到上班吗？没有啦，等一下再睡觉。我觉得你要睡觉。要啊，会累啊。你怎么会累？明天还要去凑卡背。呵呵呵。啊、哦，累死人！今天超早开的，太扯了，太爽啦，太不爽了，我的魂喷啦，妈的！哎，操他妈，爆干不爽啊！干，糟糕！我现在在弄那个四月。这四月的成就，哎、欸，有人入侵我啊！妈的，妈的入侵了、啊！干他妈的，我的魂啊，干，先捡魂。这是哪里？干死了啦！亲之守护者，你守护十月要讲吗？嗯，被人入侵死掉不会喷魂吧？被不会，哎、欸，被入侵死掉会。Game， 我的魂是你入侵人家死掉才不会。也是哈。Damn! Fuck! 欸，如果我
我清到连太阳钟楼里面的小怪都没有了，那我被入侵就不怕小兵那些臭矮人打我了。是啊，你就可以超爽的在那边打，超爽入侵，超爽爽。可是如果你入侵人的话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入侵人，旁边的小兵会帮你打。对啊，可是如果我入侵的那个人他把小兵清光了，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小兵帮我打？他把小兵清光了的话，我也不清楚，可能哦。血之同胞，青角鼠王，中尉。该走啦，哦，还有两个，两个没有看到而已的样子，小事。哦，好了，传回如密了，我要去森林了。森林王子啊。Then why are you not sleeping? Hello, you from USA. Hello. 辛苦你了，不会。我看一下，刚睡醒才，刚今天不开，没有啦，因为我真的这几天，我觉得这几天真的是睡太少了，今天应该是崩溃了。所以大概十点左右，十一点就。躺在床上看那个哆啦 A 吧，然后就睡着了。超爆干拼命锤，哎，哆啦 A 吧，我看嘞、欸，他就是他超、嗯、超扯的，拿细剑打三位兵，我快哭了。他超惨，世纪惨，证明了这游戏，只要一点点底子，你也是神。干，超扯啊！我想到了，我先跟。同事讨论，我 PK， 我想要用曲剑，所以我去买一支好了。曲剑配大剑，曲剑很好找吧，也不用特别买啊。曲剑啊，对啊，曲剑你那个，我记得你一开始其中一把就是，也是，好像是，应该可以捡到很多，现在很多武器都蛮捡来的。弯钩刀就是曲剑的，哎、欸，有人订阅，谢谢，谢谢。尊敬你，我在想到底要搞那个、欸，把它搞起来啊，很好笑哎、欸，而且你也会发现，有时候打太专心，没有发现。哦，也是，其实我就算打得不专心，我也不会发现。哎、欸，魔力大道就是取剑哎、欸，哦，对，赞，赞。太魔力了！太魔了！哎、欸，我刚刚超猛憋着屎打那个第二轮的马车。你已经打第二轮了？没有，你知道有一个萤火探究者吗？嗯，道具，你只要丢在那个篝火里面，它就会把那个篝火区域的怪变成第二轮。嗯，然后你丢了？对啊，我丢在，因为我看那个、啊、马车。第二轮马车会掉那个绿花戒指加二，嗯，我就跑去搞，因为他要丢在他后面那个篝火，就是打完之后后面会篝火丢那边才行、嗯。我他妈以为丢了之后下去就可以打，结果要从前面。结果，所以你要打前面强的小怪。对，我他妈绕一大圈进去打，气死我！我其实差不多啦，怪都还是一样两三刀死。就是被打到很痛，也没有到很痛啊，就是比平常跳多一点，可是亡了血多很多，刚刚打得很痛苦，而且憋屎，我想拉屎，憋屎哥，对，我今天很爽，我今天在那个中塔被两个人入侵，就两个菜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就感觉打一打就怎么菜菜，然后开始乱劈，然后就死。这是哦，可是你击退敌人没有东西，烂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烂。
可以，我拉，可以拉了。干、欸、绿化戒指加热这么难？啊，干好多怪物啊！杀光啦！哎、欸，干大，哎呦，大眼怪，大眼睛哇，干超恶心，一刀劈死他！赞赞，咳嗽哥，Oh no！ 嗯，他给我七色石啊！七色石，七色石好像是指引路用的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哦，他要穿衣服是不是？你要随便给他一套或一件衣服，他就会回鲁米。好啊，给他一个亚伦骑士都整好了。然后之后你给他什么，他就会穿什么。不过不是一件一件，就是你给他什么，他就全部换成那一个。好，看个两分钟该睡了。Oh my god！我还他妈特别去打了一套那个沙之魔女，超北气。我知道啊，我看到你打。你现在我为什么看到不爽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每次我一点进去，就会看到人家说什么什么六探去死之类的，我觉得奇怪，到底是怎样？你就回一个干你娘再去死就好了。都直接妈的按你不就很会才去死？啊！我装备给他了，他怎么还在原地啊？哦，你要就是那个他过场啊，过完场就不见，他就回到了。哎、哦，有火赞，赞，赞，舒服。疾风加二，干好舒服，超爆干加二。干的元素碎片真舒服，超爽的，超爽的，真的。蟹形石大碎片，哎，好吧，再搞一下。哎哎，对哈，所以你开台了哦。我开，我在开啊。我终于到虚影森林了，太好了。在哪？虚影森林的怪是怎样的怪？也有刀子吗？虚影森林在哪里？虚影森哦，就是那个、啊、那个大屌怪，三气怪，三气大屌怪。我要练习，我试试看用曲剑来挡别人。CVHD 也在开。我靠，还是被揍了！妈的，有点痛。来来，干，有点强。路边就捡到法洛斯之石，太猛了！还爽啊！超爽的！还是拿盾牌好了，要不然就双持好了。爸爸说，现在明天大家都不用上班，是没错。现在全世界都是肥宅。哎、欸、妈的，砸石头啊！
抠抠耳朵。看我喜欢的装备，妈强化都好困难啊！又有火，太好啦！一杠。哼，哎，有个人在墙边。灰石镇，你知道灰石镇？还没，我知道他说话讲到灰石镇。那边应该是，我记得是最后一条了。有两条路哎，看看，先走那看起来比较没有雾的。雾雾雾雾，差不多。哦，有东西耶，红泪石戒指，这边感觉好平静的这个地图，真的，妈的没什么恐怖的东西，然后怪也不多。你那一条好像在遇到前一个篝火，就是第二个篝火之前没什么东西。哦，有个大门。收大展现王者证明哦！你要把右手举起，屁啦！举高一点，那个应该还不能来吧？这个地方好像什么王之戒指吧？就是你那一条打完之后，再去打另外一条就可以拿到了。哦，迷雾区靠右有戒指哦，靠右走。好，因为我好像靠右贴墙跟靠左贴墙都会有一个东西。好，右好像是绿花戒指加一，啊，太爽了！左是一个那个 NPC， 没有，好像是什么头吧？任务 NPC， 对个话，干！我恨这种地图。迷雾森林，我上次看到之后我就休息一下，干好烦。洛伊德护符，哎。反正沿着墙壁走就好了嘛。对啊。把盾拿出来好了，感觉有点危险。哎，注意有宝箱。哦，干！吓我一跳。干，我怎么死了？为什么？那边好像隐形怪的样子。隐形怪？印象中好像有。看不到。干，我他妈超级吓到我哎、欸！我真的不知道有隐形怪，那我怎么走啊？一直挥啊！就好像是听说是半透明的吧，你可能要看一下。哇靠！他妈真的吓到我嘞！我还以为我被宝箱夹到手。你可能要看一下那个，就是瞄准，看附近有什么。好。我一直在瞄准，龙毛昂昂包，龙毛昂包，哎，干有哎，操，瞄不到哎、欸，瞄不到、啊，嗯，这么屌，好看到了，干你，可能要慢慢移吧，那区感觉就真的不是，干我看到了，操你妈，干妈的，巨蟹在这里喊不到人啊，妈的，嗯。你妈逼的，我妈逼的，我仔细看好了。哦，干拿十字弓啊！操 ！shit！ 妈的嘞！白痴，有几只啊？我看到，听说是六只啊。那还好。shit， 远古太阳戒指 ，what the fuck？ 那我再绕一圈好了。太危险了吧！这太好笑。
机车隐形盖盖隐形怪，机车隐形盖，引擎盖，爱干，爱干，干，就已经，就已经这么晚睡，眼睛都有点茫茫的，还要打隐形怪，硬要。可是这种地图对我来讲就觉得还蛮轻松的，反正也看不到路。That's OK。欸，走到一个怪地方欸。把哈维尔收起来，好丑，就是其实我也不会去穿它。欸，有火欸，这么 lucky。So lucky。哇哦，这边好多东西哦！灰滴石，嗯，为什么？看踩板子都被诅咒，不可思议。What？现在想要加十巨剑，加十大棒，然后嘞，就是欸，这个人要都要用怀念香木吗？有一个在墙壁旁边头发很长的人，啊，要用怀念香木，其实还蛮好拿的啊，用算了。好的，我现在我看一下我现在身上有几个，其实还有一个我没去买。哇，大师哥欸，狮子哥。哦，那个大狮子好像你如果把它解除，你要跟它打，打完之后就可以得到刀。干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干你妈的！哎、欸，我的那个香瓜在哪里？去看一下。有就记得我被劈死了，干，被诅咒了，操！兽牙钥匙，哎、欸，你打到了，真好。那钥匙好像是拿来开一个。你没打到吗？我那去，我都还没走啊。哦，是哦，你不是跟我说你走了？啊、没有，我就去那个迷雾森林前面，不是有一篝火吗？不是到那边。哦，就白色之前啊。对啊。我要回迷雾森林了，我的绿花戒指还没有拿到。贴着右边走就可以拿到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我认不得路，就一直走就对了。贴着右边走啊，一路走上就一定拿到。我贴右边走遇到那个狮子啊。是啊。欸，知名骑士的灵魂。收知名。欸，于禁 ，Do you any wanga? Do you want me wanga? Wanga, I love to. 靠，这个人怎么埋在石头里啊？欸，好可怜哦。无头的身体，等一下，他的头跟身体分开了。嗯，哦，对啊，他之后你好像会打到他的身体，你又把他身体都打倒的话，好像他就会给你一把武器。Cool，so fucking cool，cool。Cool.雷狐，哇，帅呆了！雷狐，有空再来找他玩。
妈呀，终于敲到你！隐形怪都打光了，应该可以在森林里面到处乱走吧？哎、欸，走回原路了。对。早安啊！可是我等一下还是要睡觉，不是早安。飒爽！我今天大概开个一小时。哎、欸，干你妈的！说好的每天一小时。有人射我。这样的吧，我一定要拿到绿花戒指，对巨剑来说太重要啦。加一，我有加二。可是它重量会上升，耐力会减少，几百，几百倍，几百倍。找到啦！这时候开大开大 OP 了，是不是？赞赞！耶、yeah, ，绿花加一耶！干，我的负重变70.2啦，妈的！然后把山贼护手换掉。哎，70.2还算70哎、欸。哦、oh, ，no， 70.2就不是70了，干你！70.0才算。只好又戴山贼头巾。看我现在全套山贼啊，妈的！我只有衣服是守墓人外衣，其他都是山贼。守山贼。那我要走哪边呢？我想想看。啊，走狮子那边。嗯。哦。狮子 time， 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搜狮子。哇，后面龙铁城那一堆古龙鳞片。欸？啊，上面有宝箱哎，干想要，嗯，爽了。干你娘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好大只哦！应该是好了啦，超大杯。哦干，他来了，看他看着我啊，看到我心里发寒。哇操！哎呦干嘞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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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舒服！哎、欸、干，尾巴被那边甩啦，死掉了！超笨！看我拿巨剑，身上都变超重了。对啊。所以就只能带很轻的东西，对，超爆干轻的装备。我在穿那个 NPC 送我的透明装备，超好笑。对啊，不能穿别的，因为太弱了。妈，我素质点那么高，还是只能穿这样，有个痛苦。欸，那个臭牛战士只有一只哦，不可能啊！啊干！一下就被诅咒。被诅咒是会怎样？到底要巨剑加十还是巨棒加十？巨棒啊！妈的，要是我可以的话，我也巨棒加十。巨棒我有一支加十啦，我大型棍棒加十，但是巨型棍棒不知道要加十。巨型棍棒跟大型棍，他踩住我的魂了，干！人家测说。巨型棍棒攻击多30左右，那击伤比较高。
这真的只差在伤害。打慢一点好了，大眼蛙。核心大眼，大眼蛙好像诅咒，烂。对啊，你要死看就会吐，超级吐。我就看到那个，看到那个虫子，我就想吐。我今天去废渊看到一只超级大蜥蜴的啊，肚肚喷气。我烂的要死。龙骨化石太好啦，太爽啦！这是可以洗龙骨化石吗？青蛙才做过事。龙骨化石，敢保那么高？哎，那这个又要把它复活吗？这些有的没的哦，干被诅咒了，被诅咒到底会怎样啊？我不懂哎。被诅咒就是那个啊，你血量最大只会降低啊。哦？啊，可是你是不死的啦，没差。哦，是啊。而且你如果用那个、啊、吊命戒指的话，它再诅咒再深都没有用。太吊了。太吊啦！以前一旦一诅咒状态一下来你就死了，然后你血量最大只就会卡在50%。那这一代好像已经 降低那个血量了。哦，不信仰者香香。嗯，好，怎么这么不信仰？我是想要把每个都救哎、欸，可是救了不知道干嘛。应该不用吧，要把那主要道路的救。哦，我有观众说是法师装，不玩就不用复活的，好，舒服。哦，舒服。不当法师。就是不当法师，不当法师啦！九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脚找不到路了，脚脚，好像最多拿九个吧，二四六八，没有，最多拿八个怀那个什么怀念项目。嗯哼，三四，应该有五个了吧？哦，把那怀念项。把它变成，它就会离开那个洞，我就可以拿到那个宝箱的东西。可是那宝箱的东西我不需要，就不用拿。好的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可是要跳过去。可是我有强迫症，我应该会都跑进去拿。那靠，宝哎、欸，啊，跑进去了一下。干！哇靠！我今天去那个、啊、去跟人家打，就人家有一把那个附魔的，雷属性的巨剑，妈挡不住哎、欸，好屌！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要不要把它变成那个上个雷或火吧？哦哟，太爽了！石块跟龙骨化石，太爽了！我想说，我想说把它弄成，我就把那个熔炉熔铁。大剑把它升高，哎、欸，干这个洞是，干下去就上不来啦，妈的！大剑速度比较快，我用木棒就慢很多 ，very fast， so fucking so fast， 这里可以走吗？哎、欸，有路，站，舒服，没路。哎、欸，打王嘞，干！要打王嘞，那忘了。我是觉得巨剑的攻击范围这么大，那应该哎、欸、还不是打王。我想说那应该，哎、欸，看这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在干嘛？他有要打我吗？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哦，干，杀墙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哦，干嘞！干干干干，太强了！哦，干嘞！我、哦、操！好酷哦！
居然是法术哎、欸，好吧。哦，这招也太帅了吧！超酷的，感应炮。学到一招超煞气新技能，总觉得使用度不高。Shit！ 我刚有按闪呢、欸，就没滚掉。Bitch！ Bitch！ 这一关去往那边有点远了，妈的。哎、欸。干！我是不是走错了？妈的！哎、欸，白目哦、喔。嗯，好吧，我把巨剑加十好了。巨剑好啊。嗯。反正我也把加十木棒。哎、欸，干！那里有道具。你已经加十木棒了，干！那这样加十巨剑，要不然你要加十什么？还有一个加十巨棒啊。哦，巨棒！那不到底是大棒强还是巨棒强？人家测出来力量都五十的状况下是巨棒强，可是你每点到五十就是大棒强，没有，就是同样是力量五十的状况下，巨棒就会比较强，因为那个啊，它一个是一个加成 S 啊，对，一个加成 S， 而那个 S 你要加成超过巨棒的话，你力量要准准，干太扯了，所以拿巨棒比较好，那当然就巨棒啊，那当然就巨棒升到满啊。我巨棒就那个、啊、加流，我已经没素材了。干，我走一次就他妈忘记怎么走了。干，蛮好笑的，蛮好笑的。哎、欸，有人订阅 ，Thank you， Nomis 零三幺八。你现在还会进？哎、欸，啊？你现在有开视讯？没有，可是还是会进。我觉得不开敬礼没有意义。不行，还是要敬礼。没有，应该重点应该是把视讯打开吧。可是我很困。看昨天超北气，我姐嘛跑来跟我说她要订阅。你姐？歪姐。哦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嗯，哦，这里了。然后他又跟我讲说你没有开视讯，那就不好玩。然后等你开视讯的时候呢？你说你吗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我都有外景。他说你开视讯都订阅你这样。干。然后杀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你现在没开，应该也不会订，你没多久就挂。干。我一看就，哎呦，妈，女人就是贱。呵呵呵呵呵，看，而且那时间超刚好的、欸，真的，刚好就是死亡的时间，妈的！妈的，怎么会剪得这么完美？太完美了！太完美啦！果然女人就是贱。这个东西要怎么拿？哎、欸，你好，干，可恶，这个时候订阅，我要打王哎、欸，耶、欸，谢谢。现在就打王。谢谢，干，我要死啦，妈的！尊重。哎、欸，所以龙骨化石那边吃得到。看你呢，我要死了。想打什么？哦，你打蝎子了。啊，你没有死了啦！操你妈的！你没有细雨戒指，可惜。什么戒指？就是。你如果你死掉的话，你先出去去买细雨戒指比较好。是啊、哦，在如蜜的那个猫那边。可是他妈，我魂都喷在里面啊！干，我先戴那个戒指好了。戴戒指啊，戴戒指出来之后再搞一次。而且你现在穿的好像 snake， 唉 ，face snake。干，而且我刚刚喝水居然按到砍人呢、欸！砍人。不要在那个 NPC 前面这样就好，在 NPC 好友善，你想砍第一刀不会怎么样？对啊，嗯，诶，怎么会有坏人？那个细雨戒指要多少钱啊？细雨戒指，嗯，几千块吧，8500。
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蝎子男呢、啊？有吗？就是应该在你打之前会遇到一个蝎子男。呵呵，你要用细语戒指跟他对话。蝎子男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遇到哎、欸。那你可能要找一下，因为他会给一个还蛮强的戒指。真假的、啊？我觉得很哦，细语戒指只要5800，猫那边有卖。我觉得那个戒，我觉得他会送的那个戒指很好用。有拿的不后悔。你要去地图绕一下，看那个蝎子男在哪里。嗯，蝎子男呢、哦？嗯，看那牛爬山的动作也太好笑了。蝎子男。弱点是尾巴，前有女，接下来斩击很有用哦。啊，还要找蝎子啊？算了，我先进去拿魂，死了再来找蝎子王。嗯哼，我先试着帮你找找看好了。我的魂呢？他会送的那个戒指实在是靠北墙。他到底送什么戒指啊？好，恶龙辉戒吧，还叫什么王？因为增加你的血，加你的精力，跟加你的那个装备重量，一箭三响啊！妈的嘞！我看我断尾啦，太猛啦！超会断，断尾可以保。我要在茫然遗迹。在左边，原来那个妹子还在土里面，烧死掉喽！啊，蝎子男在萤火出那个遗迹后的左边。哦，好。召唤蝎男的时候还要捏人像，这么麻烦。干你他妈劈刀也太痛，超痛的啊！这就是巨屌的力量。我要用我的巨棒来挥挥它。阿姨帮我吹喇叭，我用巨棒挥挥它。跟猫咪买是不是？嗯。猫咪这里。细雨，柯明，细雨，好。然后要去找那个蝎子妹，蝎子男，蝎妹，蝎妹。开始还想说这戒指，看起来还蛮难搞的，却没想到这么好拿。嘟嘟嘟，那边是改变。11000的魂要干嘛嘞？升我的超萌曲剑好了，超级曲剑，轻枪猛，他们说蝎子男那边还有个金毛狮王，是啊、嗯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
我很想去看看，可是我没开牌。是哪里啊？茫然遗迹。哼，没差吧？你就去看一看，然后开台再去一次，假装没去过。啊，干，可以升水瓶，忘记了。再回去喽。我几点开的、啊？哦，开了46分钟。唉，等一下就要睡觉了。我干嘛？哦，升级瓶子。看，在房子的后面，房子的后面，沿线计算器是什么东西？房子的后面，把臭石子清一清好了。要找个蝎子哪能那么困难？真的在，在那个一下，算了，这我觉得值得。出血翼，出血，到底他，我刚没听懂，你说他给的戒指是什么好处？就三个功能啊，加你血量最大值，加你精力最大值，加你那个装备重量最大值、啊。这太猛了吧？对呀、啊。而且下一个要再有点后期才拿得到了，他那是你那个是第二个，就是现在可以拿到是第二等，第三等的要在那个之后，就几乎是最终 BOSS 前。我看你都会直接打破那个 Worm， 真屌！为什么不打破？那个会中 debuff 不是？啊，不是诅咒，你不是说没差、啊？也是啦，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拿那个咒火一个一个丢。我是听你说没差，我才砍得开。是没差，你糊弄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那样玩。我真他妈是没差。还是这个洞下去啊？还是这个洞感觉下去就回不来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把画面给我吗？你知道 Skype 是可以把画面給我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没差，没差，没差。我先找那个蝎子男啊。慢慢找好了，轻枪慢找，狙箭就是爽。不过你被砍一刀也太痛，没办法、啊，因为没体力，没有那个力气可以拿更多装，体力可以拿更多装备。哎、啊、干，掉下来了，操！哎、欸，有个箱子，先开再说。因祸得福，轻枪开箱，追踪灵魂快。这什么？哎、欸，轮椅哥哎、欸，轮椅哥是谁？比利？轮椅啊？哦，轮椅哥好像是听说遇到三次就可以打隐藏的 BOSS。我遇到两次了，再一次。哇，超多人，超爆干杀，超多人被石化，还是什么鬼地方啊？我查一下确切位置好了。哦，看这地方清枪恐怖。哦，蝎子男好像在那个，在那个一个遗迹里面，还有一个金毛狮王，哎，感觉就好炫。
光辉楔形石，楔形石太爽了！一使用兽牙钥匙，啊，看里面是什么？说话，感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欧尼菲克斯，看长得太丑了吧？啊，酷哦！元素碎片，舒服。哎、欸！干手艺守墓人外衣快要损坏了，干不行啊，轻枪危险。你看那个奇怪的乌鸦人，好恶心。我得去做萤火才行。元素碎片啊，真好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全坏了！妈的嘞！干，全坏嘞！坏光好像只能就是乖乖回去找铁匠修。真的 ，shit。他们说刚刚地上是坏装水，干，有这种东西也太鸡掰了吧！好险修很便宜。我查那个，爸又说要打完蝎子王才会给戒指，操！干，到底是怎样？我你还是要找那个啊，还是要找那个蝎子男？麻烦。怎么样都要找到蝎子男。太麻烦了。嗯，蝎子男，谢谢。怎么那么谢谢洗澡澡？我又忘记元素碎片了，他妈的！他说虚影森林穿过大雾后，你会看到萤火，应该就是你刚才萤火。萤火那个地方石桥往左跳，会有一个石头，就是化石。是要跳？你要试试看吗？我观众说。出萤火遗迹往左后方走，有个小建筑，可以去地下室，就会看到蝎子男。嗯，试试看。好不？我看这边是说会有一个那个化石狮子战士，把它弄掉、杀掉很厉害。那个化石狮子战士不就我弄掉的？应该是，应该就是在那个位置。我看你这边 还很久，才看刚看到你要回去弄那个元素碎片，延迟差超多的、啊，超爆！哦，我看到了，妈的！可是这个地方要怎么跳下去？我想一下，来，你过来，轻枪狮子给我过来，轻枪，应该从上面跳，我觉得，我看一下，混沌大火，你可以跳吗？怎么跳过去啊？还是可以用走的。看，太复杂了。太复杂了。哦，这里。这他妈最好是他妈跳得过去啊！嗯，我看。不可能。乖乖走出去，往左后方走。OK。乖乖。乖乖乖，怎么那么乖乖洗澡澡？营养好吃，乖乖，健康快乐，乖乖。往后走。哦，先杀牛再说。你乖乖。轻枪狂杀。轻枪乖乖。哎、欸，捡宝儿，超会捡。看一下，那这边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
然后看到火弹好火球之术。火弹。火弹。嗯。我跳的是哪宝哦？哎，进不去，干你妈的！我一定要找到去的路。买点铁剑来用。哦，干，走这里啊！他妈的嘞！被骗了。哦，我在干嘛？哇，又有法洛斯之石，真好啊！太爽了 ！So fucking。这是哪里？哎，我找到蝎子男嘞！哦 ，What？ 真好！莫名其妙的，莫名其妙都遇到蝎子男了，是不是？先检查一下附近有没有。我小王八蛋！妈的，别想跑！我看到你才刚被诅咒，一天到晚被诅咒。耶耶，香香。我才刚看到你拿到法洛斯之石，太久了吧？太爆干久。那个蝎子男也太失忆了吧？这个声音。哦，看到了，好炫哦！我也看到你看到蝎子男。可是，哦，我看到那个结晶虫，杀结晶虫真爽哎！可是我印象中的结晶虫几乎都跑掉。没错。蝎子男好帅哦！可是蝎子不是同一种类型。超爆干壮。壮。今天退局超烂嘞，看谁都是断断续续。真的啊。嗯、我刚才讲话，所以我现在回去打架。你应该跟他讲到就是那个吧。那个差不多的状况，就可以打那个蝎子女。哦，哎，金毛狮王，金毛狮王几百年前的，谢逊哥去死吧！哦。我刚看到他有说他会帮助你，所以如果捏人像，应该会看到白大师会帮你打。哦，那捏个人像好了，我很想看他打架，真的看一个像蝎王激战。注意，金毛狮王，我变回人了。你看过我的人的样子吗？我在你创角的时候看过。哇，这崔斯塔纳吃这么肥啦！金毛狮王两刀的劈死，真的妈，什么烂狮王？那我要去哪边？是在王门口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位置，要找一下。我没有熬夜开台，我有睡觉，只是我等一下打完这个王就再回去睡一下。那不知道白蜡在哪边？哎，刚刚青蛙的地方都变成一堆石头了。是哦。嗯，好恐怖哦。轻枪砍死。轻枪砍死。看，被诅咒啦！妈的，我忘记我是人了，操！看，你也要做个篝火把按回来。我不要了，做篝火用那个我要打王了，不管。
往前才能招，可是这里没有东西可以招啊。在往前的白雾召唤也没有白拉斯标记。没有哎、欸，干他胡乱我操！出一张，干我被诅咒啦！你就回那个啊，回萤火弄一下吧，把它消。看我才当人类不到一分钟，又变黑了，脸又黑掉了。干怎么办啊？现在怎么办？我又变回僵尸，不能招。干你妈！对哈，妈的！干！超浪费人像，超浪费人像。好啦，算了，还要再捏一次人像。我觉得没差，看你啦。好，再捏一次好了。等一下往回走右那个，对，还太早捏人像，真的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招。我以为要在那个蝎子前面捏。嗯，算了。那个年龄太黑了吧。哦哪一个才是蝎子？我他妈怎么知道啊？大家看就知道，上面有死吧。蝎人塔克，干帅，飒爽。我没有召唤过哎、欸，就会召就会一个帅气姿势爬出来。哇，帅哦！会一个灵体，看不愧是蝎哥，蝎哥我们走吧，跟蝎哥一起杀他女友。没错。蝎哥加赛加赛加赛，杀完再回去跟蝎哥对话，他就会给你东西。蝎哥很快死了，干！蝎哥退却中啊，干！超弱啊！蝎哥出一张嘴，真的。我好像是那个后面还有一只蝎子王，打完才会给戒指。Game. 没差了，反正就是至少你知道位置。干，打我干嘛、啊？妈的嘞，我双持。蝎人塔克，好帅，超帅。怎么断不了尾啊？妈的！可能要搭平放。妈的，会死啊！不能让我轻松打赢吗？啊，整个我看现在看你打他眼里就只有啊干，我没断尾啦，妈的嘞！这断尾我没差了吧？你赌？想断呐、啊，想要轻枪断尾啊！轻枪挖水。蝎哥直接走掉，屁话都不说一句。看这个上面是拿不到，是不是？还是要请蝎子帮我打下来？那个好像就是要让那个蝎女去撞。干鸡妈呀！没猜，听说是一个火蝶。哦，是哦，干也太烂了吧！听说是火蝶，那就算了。轻枪算了。蝎哥帮你杀了嘞。对啊，妈鸡掰蝎这个剪尾。这地方也太不舒服了吧！尾刀狗蝎，尾刀蝎，你要再回去找他说话啊？真的假的？他就会给你东西。干你娘，浪费我时间。可是这步骤一定要有啊，不然你之后找他说话不理你。也是哈，好吧，那你以后再打到蝎子王再去找他，就会有我刚说的戒指，很屌，赞。蝎子王就是四火之一的那个 boss， 赞，清香沙溪，你知道我现在看你的实况，你的右手好像结晶虫，真的，妈还觉得都结晶虫长手上，真爽，太爽了，然后。我在某一开始发现，我以为是什么神奇装备，我没拿，就妈原来是你的肤色，太夸张！干我怕被诅咒，我不要啊！懂这诅咒密啊！干我会死，我会死，我被诅咒到爆了，超爆干诅咒！干蝎哥嘞？
谢哥不是在老地方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不在、欸。是哦、喔，那他可能换地方。干啊！为了 fuck is 谢哥啊！哎、欸，真奇怪、啊，那谢哥会跑去哪？还是你要做引火？看 ，fucking 谢哥。不过我现在看你这地图，击败就只有那个诅咒瓶而已，其他还好。对啊，怪物很 nice， 就很散。立马做火。几点？5:16。我怕我妈睡下去，我爬不起。你是要去哪？啊？你是要去哪？没有，我就是因为我昨天身体妥妥没什么问题，我就直接睡，妈直接被捅死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痛哥，莫名其妙。然后那个时候11点多吧，我姐12点左右的时候会过来一下。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房间是暗的，我看不到时间，我整个人就很痛苦。然后现在12点过后了呢，还是12点之前呢？那12点过后，我妈不就没救？没有人知道，我现在爬不起来，躺在床上。那也太危险了吧！看真的、欸，一个人，而且那个时候手机我也拿不到。就开始各种翻滚，想办法动身。看，我觉得你就去看医生呗。我看啊，我今天有去看啊。然后嘞，就是去给人家推拿。中医啊、哦？对，中医进去一个那个精悍的老阿伯，妈压的你哀叫。哎！然后他压完之后就整个就松多了，就感觉就是很紧了、啊。他压完已经好很多，而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感觉跟昨天差不多，还是酸酸的，就是还蛮没什么大碍。我爸妈一睡起来又来一次，哼！不过明天中午应该还是会再去压一下。给中医老头儿木鸭，木鸭，木鸭，用眼睛按摩。你是不是都没有点体力、啊？嗯哼。关于，哇塞，太秋了吧！啊，给你什么？给我一个活动肩膀的动作。还有怀念香木啦，这是他妈威亚的活动机，超好笑。你在 PK 的时候有没有做动作？有啊，干！我每次做完都会做太阳万岁，超好笑。我每次都跟他们谢谢，谢谢。我还会怒吼，我还蛮常怒吼，谢谢。应该来活动一下肩膀，超活动。看你真的像崔斯塔纳，少啰嗦，肥斯塔纳，肥斯塔，崔斯塔，啊，哎，所以现在去哪里啊？你去那个吧，蝎子往后面看有没有地图，推到后面去篝火村，就大概可以休息。哦，对哈、哦，看我还有蝎子往后面的篝火没去，干我在干嘛？没擦螃蟹。我体力好多、哦，嗯，我说血好多。嗯，因为人香，血量没有只有80%，爽多。你用得出那个吗？那个破防那一下。看你讲，我又被诅咒了，他妈的！而且你身上30000多魂，超恐怖！他妈的！我不会再升等了吧？看我现在，我觉得再升上去等级太高。看我好黑哦！
黑黑的。